Why not teach me Chinese? Why not? Last time, we'll teach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你呀。你。这里还有没有？检查一下。没有了，是不是啊？嗯。这个十块的，十五、二十、三十、三十五。老板正在家。哎，小朋友不要动。哎，不要动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动啊，乖。嗯。三十，三十五是呢。圆圆，哟，嗯，好，到爷爷那去，哎，乖，坐下。哦哟，乖。我老板不让吃，感觉这样打的。好乖呀、啊。嗯，开心。好，都是地方给你来。哟，开不开心啊？笑一个。噔噔噔转，嗯，噔噔噔转啊！医院你再买一个，你买一个，哎呀，要不要？哎呀，跟爷爷说，你说不要我就不买。跟爷爷说，我们要不要买一个？要不要？冒泡泡的。喜欢不喜欢？喜欢。要不要？是不必要了，太太来。等你帮你考。我第一个是帮你考。好。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. This is its syllable 十. Repeat after me 十. 十.